哎呦，风少来了。明明是我先要娶你的，可没想到你却成了我的小姨子，真是造化弄人啊。不是，这台词我听着耳熟啊。没什么意思，你们聊着，我忙去了。这就是你让我弥补的方式。连平静的和我喝一杯酒都做不到，那怎么保证之后在同一屋檐下我们可以日夜相处平安无事？我去，你真的吗？云逸快来救我，救命啊！这打得好。风先生，我们的关系还没有好到可以一起喝酒的程度吧？老板，给风先生来一杯戏精尝尝。陆婉晴，你是人中龙凤，可你的母亲却道德败坏，真是悲惨。你一切都靠自己，究竟是哪儿错了？这和你有什么关系？和我有关系，只有我才能帮你解决这些问题。怎么解决？我也不知道啊。这是让我死啊。您的银行卡消费支出人民币20000元，收款胡同酒吧。哎，小姐。方沐晨，你挺会玩啊，打120去喝酒，我现在送你去坟头蹦迪，你给我下来！我下来！我已经动不了了。我跟你说话呢。不知道死在书里会有什么后果。方沐晨，方沐晨，终于停了。陆婉晴，小姐，回来！你俩当面绿我呀你！哎，我没有，你听我解释。解释个屁！小姐，你回来！哎呦，危险！你别出来！你在里面待着，我给你解释，我给你解释啊！解释！小哥，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！你们小姐，你疯了！你敢动我妹！你给我下来！小姐，你给我追！给我撞死他们！小姐，你回来点，这太危险了。解释，我再也不要理你了。小伙儿，年轻的事儿我都懂。最近有一个特别冷门的歌手，唱的歌特别好听。他的歌词是这样写的啊：爱是一道光，遇到你发慌。沐晨啊，哎，按理说呢，你终究犯了一个男人不该犯的错，但我毕竟还是一个父亲，对于这种行为你必须给我一个解释。爸，您听我解释，可能您不太理解，但我被一股神秘的力量。爸，我是今天偶然在酒吧遇见了陆婉晴，看他喝醉了，就给他送回来。继续。爸爸爸，你要不要再给我一次机会？我爱的人其实是。
晚。静，婉晴，没事吧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们年轻人呐，我真是看不懂了，你们自己聊吧。陈烨，你来了。婉晴，其实有些话我想对你说。你先等等，我也有些话要对婉晴说。婉晴，我这你还来劲了是吧？你婉晴，我是真的想帮你，真的很喜欢你，你不要再去酒吧买醉了好不好？陈烨，我也喜欢你。终于结束了。咱俩也要结束。别，小哥，小哥，你得理解我。我理解。啊、学聪明了吗？毕竟一表人才嘞。